加餐呗，他们喝不了，这个还养的家白胖白胖的，明天该打疫苗了，我给拉开吃点药，然后给他喝点奶啊。你干嘛啊，皮皮，这是药，你们吃不了啊，不跟拉开抢啊，这药去去。别跟拉开抢啊，那是药。咱俩得给这，咱俩得给那狗吃药了，一会儿咳嗽药。你看它又咳嗽了，赶紧隔离。啊，小雪也喝奶了哈，小雪，哎呀，小雪，哎呀，小雪，哎呀，哎呀呀呀，小雪，这水都整洒了，小雪。发财呀、啊！你看你孩子搁那干啥犯错误呢？你搁那看着呢？你偷吃啥呢？偷吃老舅的鸭架，这水都蒸洒了。啊、巴克听话。好嘞，啊，好了好了，没了没了。嗯，不是啥好吃的啊，药。喝了吗？小雨搁那屋隔离呢，给大宝吃两个。大宝这两天有点咳嗽，就这个小淘气，他大嘴儿，他吃得快。哼，好了。就他比较严重。来，来给。哎，这你们都给抢没了。这拉黑一些胡子，你看看你喝的，你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你看看，哎呀，拉黑喝，拉黑喝。你看拉黑都不喝了，你们抢的，拉黑喝。去去去去，你喝点，你不喝点你能有力气啊，你不喝点你能那个坚持坚强。等会儿给你喝啊，五月月，拉开先喝啊，他岁数大了，他岁数大了，你让他先喝啊，啊，月月一会儿给你，一会儿爸爸给你啊，月月啊，一会儿爸爸给你喝，拉开先喝，你干嘛呀？你多门而入啊，你出去，你都那么小，你吃这个后面的。不喝了，再喝点不带了，喝饱了，月月喝吧。嗯，月月喝吧。你叫声真不好听。我不喜欢你的叫声。月月喝点，好了，够了啊，喝不少了，月月啊，还有谁要喝？你喝点，你岁数小。哎妈，这些狼
大宝喝点。大宝和小迷糊喝点。他们三个，安保科科长发财听令，以后你携你犬子保护大黄遗孀，听见没？听没听见？听见点个头。听没听见？你们三个，你带着你那三个孩子，一定要保护他们的母子母女最后的孩子的安全，听见没？大华发财，他们孩子以后的安全就交给你了，发财守护着他们三个，知不知道？好吃的好喝了少不了你的，都得有你的一份，知道吗？发财，发财，你知道吗？平平知不知道？对，一定要保护他们的安全，听明白了吗？他们的孩子以后的安全全部都交你，你们来统管。好样的，发财。对，上去吧，发财上去吧，守护着他们。发财他要去了，对，给他凶走，以后他们的遗孀全都由你来照顾，好，对，不许他们任何人去打扰他们的三个孩子的成长，听没听见？你们三个孩子听没听见？啊，对，所有进来的狗狗交给你了，发财，我相信你的实力啊，委于你以重任。好了，我退下了。好了，不打扰了啊，交给你们了，知道了吧？发财，转个发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发财啊，辛苦了，你是个好母亲，你教育了一些好孩子。啊，漂亮，不允许任何人进来，一定要看住了，发财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发财，好，我把门关上了，发财，啊，好吃好喝少不了你的，对，坐那待着，守着，不允许别人进去啊，发财，坐那，坐那等着，嗯。发财的那个孩子呢，他上这上面看着的，他负责看着他的安全，小雪的安全。你能干过他们吗？好样的，发财，好样的，不允许任何人进去，听没听见？发财，那发财要关门了，那发财多听话，任何人进来发财都会凶他们。这个地方以后就是发财的领地，任何人进来发财都会制止，希望你们遵守发财的规则。好了啊，好棒，财啊，看着吧，财，财看着吧啊，看着他们的孩子啊。哎，这要不服的呢，你看，那这要不服的呢，你可别惹他了。可别惹他了啊。
那牛就气的，这种斗牛犬就气性大。发财是不会让任何狗进去的。好了，发财，交给你了啊，发财，啊，交给你了，不用下来，不用下来了，哎，不用下来了，不用下来了，好了，交给你了，我放心，交给你了，我放心啊。